回家其实非常简单，来到地球来经验跟体验，从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看到自己是否能够积极、热心、无私的、无怨无悔的付出，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地球。也只有在地球，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发挥最重要的奉献了。也看到我们在明峰佛寺这整片这个云雾，今日呢也透过在整个云雾里面当中的云雾菩萨们，重重无尽皆能够开展。在黎明之前的云雾，其实要透过我们内在里面，只要我们不糊涂，只要我们更加清楚，来到人间是一位真正旅行者。我们透过白净旅行者，就是本来无一物，以清净的心来到地球，积极奉献付出，这就是我们来人间最重要的任务跟使命了。